这个是我的，跟着我，小心点。我们进来了，Price。活捉Baskus，找到运送货物的情报。完全明白。 必须同时击倒他们，明白没有？我们被发现了，行动，干掉他们！ 潜入的意思吗？ 待命，悄悄接近他们，还是从这里解决他们，由你决定。 Baskus 就在前面那个房子里。二楼阳台，准备好后开火。 目标就在柜子后面，不要让他们进入视线。安全，下楼，破门而入。记住，我们要活的。 什么运出国了？现在说，还是我折磨到你说？别杀我！我什么都说，求求你们了。Price，我把 Baskus 弄丢。
机快来，别让他跑了。Vasquez 压在直升飞机里，请指示。你们去奥德兰，我们要赶在货物运出国之前，用它换回货物。